我刚做华为十几年了，从来没吃过这个，做待遇，没人没想到做待遇。说老实话，前面你扫地不会进这个餐厅来吃了吧？平时就不会进来嘛。干工作才做衣服穿的，啊，请了别人一进来一看，你干什么？ 早晨4:30到11:30吃中午饭，下午1点12:30到下午5:30。5:30以后有一班就上到晚上10点回家。第二天早晨4:30有人来，我就是这个工作我适应了，还比较满意，就是顺其自然了。大家觉得二十几年了，这工作很适合我，因为我是没有文化大老粗。 带饭或者是抽时间回去吃轮流，中午就是轮流回去吃饭，饭吃了又出来，要上班的就。哈哈哈，上网了吗？这段时间来哈，我印象最深刻的相当于还是一个遇到一个阿叔哈，他就是到店用餐的时候他。 会有一种比较羞涩，他很怕麻烦我们那种状态，就来到了门店，在门口那边徘徊。他不敢进来哈、哦，然后我们看到他，我们去上前去问他，哎，这边是不是环卫公园有一个爱心餐？我们这边是有去做这个板块的，然后他才会进来。哎，这里，你们是哪里？啊，是的，你们吃饭吗？ 我刚做华为十几年了，从来没吃过这个待遇，没人没想到这个待遇，觉得我心里面很高兴，今天很满意一天。